不对啊，乡长，上个学期不是已经确定不会废我们学校吗？这是县府的决定，我们只能奉命行事。我叫戴忠雄，是你们新的级任老师。加油加油！那这种植物为什么会长大？在做什么？做老师的，你自己睡觉了，孩子都不看一下。哎，我们住在山上，当然是要去山上上课啊。耶！走，快点来。晚上晚会的事情准备差不多了啊、哦，差不多了。嗯。